那国华老师呢有两个消息，希望 Dennis pass 给 Wire Girl 是好消息。那马上这个周末呢，在台湾登场就是 NBA Global Game 的台北站，那这边宣布 Wire Girl 成为唯一的指定表演团体。另外一个好消息，台湾的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SBL 今年的主题曲演唱者也是 Wire Girls， 欢迎中华篮协副秘书长李云翔李副秘书长来到舞台上面，先祝福一下 Wire Girls 先。沈董事长、国华老师，还有与会的媒体先进跟贵宾，今天非常高兴，仅代表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的丁理事长来到现场，来参加这个签约仪式啊。那我昨天应该是两天前接到国华老师的电话，我蛮开心的，我以为他要签我，原来不是啊，他并没有要签我。然后后来发现跟七位这么漂亮的 Wire Girl 一起能够站台，同时呢，我们在今年 SBO 在11月16日预定就开幕战，那邀请来。Wire Girl 来开幕战的时候表演啊。另外呢，就是你们也受邀到在10月13日的 NBA Game， 我相信你们的表演，而且你们的歌艺绝对不会输给 NBA 的啦啦队的女孩子，所以要为我们争光。那同样的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11月16日开始呢来支持 SBO， 因为呢，在今年我们亚锦赛也打出历年来的一个好成绩，也借由 Wire Girl 带动更多的球迷进场。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。球员都很帅，不要被他们迷住了，谢谢。当然，这个云翔哥，另外一个好像就是今年 SBL 代言人呢，也就是主题曲的演唱人，也是 Wire Girl。那云翔哥，首先呢，先请你献花，你的麦克风给 Dennis 拿一下，先献花给 Wire Girls。我们请 Mini 向前一步，代表 Wire Girls 来接受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云翔哥还带来一个礼物，也就是比赛用球，同时有很多名人的加持。那这个云翔哥 Dennis 把你摆到队伍中间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去吧？谢谢，请站在 Mini 的旁边，秀出你的礼物，那球给云翔哥拿好了，谢谢。勾着哦，看看中间的照相机，那刚刚是国华执行长，对，好。再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同时也谢谢云翔哥今天来加油，谢谢。Wire Girls， 我们再来拍照好不好？看看你的左手边，